你终于鼓起士气了。对啊，我们都很担心你啊，陈英姐。哎，你真的很勇敢，这种事情搁在谁身上都会受不了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没事的。哼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 以后谁再给我使绊子，我就见鬼杀鬼。各位，开会了。这个呢，是我们康纳本年度专展的备选画家的名单，你们每个人手上拿的都不一样。 所以，请你们各自去联络这个名单里面的画家。我希望呢，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处理好所有的合约，不许有任何的纰漏。是是，很好。嗯，好的，王和勇老师，那我明天呢就会把资料送到您府上。 可珊姐，那我呢？你看，我整个脸都是汗哎。嗯，自己不会擦。我去处理一些事情。防火防盗防记者嘛，而且也怕那些粉丝混进来。 你都不知道那些女生有多厉害，别指望这些男生有足够的定力。可珊，你要帮我看好家务哦。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过来了？嗯，我想通了，工作的事情嘛，越放松越好。还想以后要是没什么事儿，经常来看看家务呢。等过段时间再说吧，教练现在还在气头上呢。绯闻的事情才刚平息一些。 而且，这次封闭训练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严，严点好啊，就是希望家务别那么辛苦嘛。等一下我看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等他，看看他就好。别等了吧。嗯，他们的训练又加强了，不知道会到几点，怕你等太久了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你回家吧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 老师，我们不都已经说好了吗？你也答应了呀，怎么突然就变了？喂，喂，现在只剩下王和勇和西长远老师了，非常的情况，就要采取非常的措施。嗯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 出去！哎，出去！快点出去！老师他就是不想见你。喂，王老师，让我见一下王和勇老师。为什么吃闭门羹的总是我呢？哎呀！哎，啊，你的东西。 怎么办啊？对了，西长远老师还没有回复我的消息，只有西长远老师能救我了。
不行，我不能直接去找西长元老师，他要是一口回绝我，那我就彻底完了。肯定有人在背后搞鬼吧，不然这么多老师直接拒绝太奇怪了。你这是求助的口气吗？ TYF 老师，您的老毛病还是没有改啊，我这哪是求助的语气啊。那你跟我说那些联络好的画家一一拒绝你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不是你在背后搞鬼的话，我原本顺理成章的事情怎么可能突然出现问题呢？这个我有点听不懂，你再说一遍。我知道，就因为我昨天招待你坐了我的后车斗吗？让你颠了一路，所以你现在要报复？这个我听明白了，你昨天晚上故意整我，让我颠了一路，颠得我屁股都疼了，没错吧？你确实是颠了一路，但我没有故意整你啊，我也不想让你上车，是你自己跳上来的。其实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干的，你跑来缠着我，就是要我帮你联络一些画家，对吧？可以吗？就当是你昨天搭我便车的回报。也不是不可以。可以吗？那什么时候帮我联系一下？什么时候？我屁股疼了多久你就等我多久。出去等，出去。西长元老师我一定要搞定，我要好好部署一下。陈毅，不要叫我姐。老师，你找我？去跟品家要李晨英的参展画家名单。好的，没问题。OK。真不明白，竟然会高出姚一鸣两倍的价差，而且还会在你的个展附带他的作品。王和勇怎么会答应这种价钱啊？重点是他说要考虑考虑。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果然又是姚一鸣，我怎么一点都不意外？你真的觉得姚一鸣排解李晨音是因为你吗？然后对李晨音心怀愧疚？我只是纯粹看不惯这种下流的手段。朱玉，你帮我联系一下张总，我想跟他合作。你不是不喜欢他吗？你好，快递，西长远先生，快递。小刘。西长远先生在吗？跑哪儿去了？西长远先生，有您的快递。啊，快递。哦。哎，货到付款。啊？73元，货到付款。哦。你等会儿，我给你拿钱。哎。哎。你们快递公司的员工这么鲁莽的吗？不知会一声就闯进来的吗？来来来，拿去。老师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快递员，我是康纳的李晨英。哦，是李小姐。嗯，那请坐吧。李小姐有什么事吗？老师您看一下细则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签字了。李小姐，不瞒你说，
我没有给你回复呢，就是在等我的助理帮我核对一下下个月的安排。他现在人不在，我也没有办法给你看下个月的安排表。总之呢，下个月康纳开展的时间，我人在北京布展，实在没那么多精力。老师，你也知道的，情侣之间吵架是经常的事情吗？谁吵架了？我们俩这一次啊，又因为新房的窗帘颜色的问题而吵架。他呀，就来跟我合作过的老师这里使我的坏。我知道，我男朋友来找过您。你男朋友谁呀？忘了跟您说了 ，TYF 呀。我们俩呀，都长跑七年了。他这个人就是脾气太大，一吵架就要上天。也怪我了，给他惯坏了。啊，原来李小姐是 TYF 的女朋友啊。嗯。TYF 是一位我很喜欢、很尊敬的画家。我替他谢谢您，老师。你说他这个人啊，做事就是欠考虑，跑过来跟您说让您别跟我合作。你说过两天我们俩肯定就和好了。到时候您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多不好啊！哎呀，看在 TYF 的面子上，我席长远什么都可以豁出去的，那就痛痛快快的跟李小姐合作吧。谢谢老师。您可以签字了。嗯。李小姐啊，我很欣赏 TYF， 这是我跟你合作一方面的原因。另一方面呢，就算了，这个就不说了。啊，好吧，谢谢您，席长远老师，那我走了。嗯，哦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 ，TYF 并没有阻止我跟你合作。对不起啊，误解你了，不好意思。想到是谁了吗？姚一鸣吧，也只有他有可能啊。他的亏你不只吃过一次，自己小心一点。只要你不给我挖坑，我就不会跳进他那个坑里。我怎么给你挖坑了？我是你的上司，要求你工作好好表现，哪里不对了？常走夜路的人就要带辟邪的东西。可是你太自以为是了，以为自己可以不管不顾。我是来向你道歉的，不是来听你说教的。我是认真给你建议，你为什么听不进去呢？你以为所有人都会吃了个哑巴亏了事是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就不怕你吃里扒外的事情被曝光吗？我传话经，告诉姚一鸣，跟他说差不多得了，别太过分。李晨音，李晨音，喂。哎，汪和勇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您同意了？好的，好的，我会好好谢谢他。嗯，好，那这样，拜。啊，我要给家务报个喜。喂，小燕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现在这几天正封闭式训练呢，太忙了，等我忙完找你好吗？家务。喂，喂，信号不好，听不清楚。喂，喂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啊，兄弟们叫我了，我先去打球了，挂了啊。陈燕呐，嗯，你真的是邱家武的女朋友？是啊，刚打电话，在忙，先挂了。这不成，哎，你们才刚经历一段风波，这时候不就是应该好好坚定地陪在彼此身边吗？得加强教育，
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。好了，哎，下班了你不走？反正没有男朋友陪，加班好了。好了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子豪拜拜。所以他跟席长远说他是我的女朋友。是的，席长远老师还让我带他向你女朋友陈毅问好呢。嗯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还算是出奇兵了，有进步，有进步。嗯，你们成年人的爱情还真是复杂耶。什么复杂？啊，我好像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做，处理文件。老师，我先走了。有进步。我会赶紧整理出来，明天跟您对接一下，好吗？好，那先这样啊，拜拜。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？啊，是啊，之前要合作的画家都一一给我打来电话了呢。哦，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你根本不懂，我得赶紧把资料整理给他们看，明天跟他们对接，免得夜长梦多。真是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。知道的我都知道，不用告诉我。早点回家吧，不要把你球星男友撂在一边。可是，坦白的说，我是不是错过了最好的时机？糟了，他要是知道我说我是他的，算了算了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我已经跟他约好了，明天早上在画廊碰面。张应天，听说你有想要合作的意愿，他特意空出时间来。我问你，以父之名在他的画廊吗？嗯，应该是挂在他的办公室。画廊人太多，你帮我安排一下，约在他的办公室里好了。你真的要跟他合作吗？我看起来感觉不像。不跟他合作，难道我想跟他交朋友吗？那为什么非得要约在他的办公室呢？跟那以父之名的话有关系吗？我是康纳的艺术总监，堂而皇之的去 JK 的画廊像画吗？至于那幅画，我只是纯粹欣赏而已。嗯哼，想太多了。张总，今天我带来两幅不同时期的作品，请您指教，这是我纽约的风格。老师，陶老师这么喜欢我这幅画？张总，以父之名已经炒到天价了，您还没有卖啊？我现在虽然是个生意人，但是我还是有风骨的。肯定。这幅画在市场上有人出很高很高的价钱，令人难以拒绝，但是我还是舍不得卖。一来这是我的爱作，二来呢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有点迷信，我怕把它卖了之后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运气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它一辈子都能够陪着我。
小音，我今天上场，你要有空的话就来给我加油打气吧，我给你留了不被打扰的 VIP 位子，想你。首先对不起，要不是事态紧急，我也不会让大家周末一大早就过来一趟。哎，这个人怎么每天穿得跟杂志上的模特一样啊？今天晚上的拍卖会实在是太重要了，所以参加的单位非常的踊跃，可是主办方呢只给我们两个正式的名额，一个就是我们艺术总监 TYF 老师，另外一个呢就要看谁合适了。总监有什么想法吗？一凡，不管是能力还是装扮，都是我们公司最杰出的人才，而这么优秀的人才应该留到更好的地方，所以今晚的小事就交给其他人好了。哼，李晨音，啊！李晨音，做事能力有限，工作态度消极，正好可以利用这次的机会长长见识，就他吧。好了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赶快协助总监还有李晨音做好准备工作。要记住，所有参拍会的画家名单要一一做记录，了解了吗？嗯。是，好，赶快，快一点。哎，陈音，那个 TYF 总监好像跟你有过节啊。除非他有病。哦，对对，有病有病。哎，有短信。小音，今天不论输赢，晚上我们都有聚餐，你一定要过来同乐啊！不见不散，等你。你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哎，这个赢了要去，输了更要去啊！可是你晚上被指派任务了，怎么办？对啊，男人其实是很小气的，陈英姐，你得谨慎处理哦。爱情跟面包的选择题，加油！我先回个信息给他。今天比赛还好吗？我今天有会议，来不及赶过去，抱歉。来，毛巾。谢谢。多喝水，多喝水啊！一会儿继续加油，休息一下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毛巾，继续加油。毛巾。小英还没来。他可能还在忙吧。星期天也在忙。你也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上班族吗？不行，我得给他打电话。哎，我说有可能他快到了呢。星期天本来就比较容易塞车嘛，对吧？你先忙比赛，我等一下帮你打。我就是想跟他说说话。我陪你说。哎，嘉武哥，我刚刚那记传球不错吧？可以的，还行。什么还行？刚刚阿丽明明就很厉害，好不好？超精彩的。谢谢柯山，不过刚刚慧群传给我那颗也不错，还有肖阳那三分，超远的。你什么时候话变这么多了？教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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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嘉武。这次比赛的重要性就不必我多说了吧。在场上最忌讳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分心。我希望你刚才的失误它只是个意外。对不起教练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阿丽，刚刚表现非常好，继续保持。谢谢教练。好，大家休息一下，不要分心了，好好准备下半场的比赛，听到了没有？是，加油加油。阿丽，你再给小英打几个电话吧，我先去热身了，她来了告诉我。好。打什么打？自己不会打。
资料整理完了吗？嗯。看不出你那么认真啊。你这是要出门去做造型吗？没有啊，我就准备穿成这样去拍卖会啊。就这样？嗯。这么随便？李神医，你好样的。我去问问聂总 ，O 不 OK？ 哦，喂！啊，不要去跟聂总告状了，我去改造型。一个小时后，公司出发。去吧。告你，在球场上只有两个字：专心，专心。你现在把我的话都当成耳边风了，是不是？教练，对不起，这次输球是我的责任，我愿意承担责任。你承担？你拿什么承担的？你知不知道公司养我们这支球队有多么不容易啊？现在上层正在面临重组，我们今天比赛输球了，赚不了钱。请问还会有哪个公司愿意拿钱来养我们的啊？我对不起大家，是我的失误。教练，我愿意接受惩罚。好，还知道错了。等一下回到篮球场跑200圈，跑不完不许吃饭。是，阿丽。好好看着你的队友。几圈了？还有100圈。还有100圈？啊！你会不会太夸张了点啊？这球场一圈大概100公尺，100圈最多10公里。对一个篮球员来讲，这种操练还是可以承受的。可他今天才刚完成整个赛事，是有点负荷过度。嘉武，累了休息一下。这怎么行啊？这是教练交代的处罚呀，你敢抗命，我可不敢。你累了休息一下，嘉武。怎么打不通呢？该不会因为生气关机了吧？嘉武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今天临时有事，所以没有去现场给你加油。我看到赛事新闻了，你别气馁啊，下一次我们再把比赛赢回来就是了。还有啊，今天晚上聚餐我可能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了，但是我这边一结束，我就立刻赶过去。西长远老师。哎，李小姐，李小姐，哎呀，你好福气啊，可能有很多女人羡慕你啊。啊。沈姐，嗯，老师找你。好。秦朗，我想问你，陈英为什么会来啊？工作需要。真的是因为工作吗？真的呀。真的？是啊，老师交代的嘛。恭喜成交！
接下来要拍卖的作品是艺术界的新锐 TYF 的作品。起价30万、40万、50万、60万，还有更高的价格吗？70万，70万一次，80万，80万一次，80万两次，80万三次，恭喜成交。接下来是本场拍卖会的最后一样作品，还是 TYF 的作品，起价50万、60万、70万、80万，80万一次，90万、90万一次，100万、100万一次，100万两次，110万、110万一次，110万两次，110万三次，恭喜成交。你也真是的，把画作拿出来做公益拍卖也不提前跟我说。最后还不是知道了吗？刚刚那幅画呢，其实你不用那么费心的。哎呀，拍卖会本来就是做生意嘛，而且就算我不买，别人也会买啊。再说了，这么贵的作品落在别人手上，我怎么会放心啊？张总。哎，两位好。你好，张总，您太有爱心了，我代表公益团体感谢您。早知道您对拙作这么感兴趣的话，我应该拿出更好的作品。没事没事，慈善事业嘛，就是花钱。那幅画还不够档次，怎么能让您看上眼呢？哎，不不不不，陶老师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我非常欣赏你的大作。张总，这是我们老师一点小心意。这是，谢谢张总的厚爱，请您笑纳。于飞，这个不是你在纽约得奖的作品吗？哦，哎呦，那怎么行呢？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怎么能收呢？知音难寻，张总或许是我的伯乐。哦，好，我懂。改天咱们再聚。没问题。上来。感谢各位来宾来到今天的慈善晚宴。今晚所有义卖善款全部会捐给山区儿童艺术教育基金，帮助孩子们实现梦想。当然，我选这个时候办拍卖会，不只是为了孩子们，也是为了圆一个朋友的梦。也就是说，是他促成我举办这次慈善晚宴。这位呢，是我女朋友。李春英小姐。李小姐，你应该不知道吧？这场晚宴是 TYF 老师特别为你精心策划的。亲爱的，满意吗？你搞什么鬼？从大学的时候，你不就在等今天吗？闹够了没有？你把我生气了，你都迫不及待地把我们的关系告诉席长远，还怕其他人知道吗？嗯，
两位真的很登对，恭喜你们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好不好？请。来。你不是需要很多画家的资源吗？错过这个机会，这些资源可能会流到其他人的手里，像是一凡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有名的山水画大师徐明老师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李晨毅。你好，李小姐。你好，你好。康纳的策展人，有机会合作，谢谢，谢谢。陶雨菲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什么意思啊你？我们的新关系可是你亲口告诉齐长远的，怎么了？后悔了？那是因为工作需要，随口一说，你不要当真好吗？是，我应该先跟你打声招呼的。所以我也是随口一说。是吗？你自己慢慢玩，恕不奉陪。你从大学的时候不就一直想当我女朋友吗？现在给你这个机会，你反而不要。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不要再提了好吗？是不想再提，还是不值得一提呢？对你来说，同时喜欢几个男人，追几个男人，跟几个男人上床，都无所谓了。陶雨菲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，永远不懂得尊重别人。尊重？放任你跟其他男人上酒店，还不够尊重吗？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打听到的消息，但是当年我跟邱家武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好吗？你的道德标准真的让人大开眼界。原来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人。现在你回国以后的种种行为，我终于找到原因了。我说的没错，你就是那种用自己的想法臆测一切的人。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有做好吗？为了达到目的而演的戏，我们不用再自欺欺人了。我们两个现在都需要知道，我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位置。你是我从小到大的知己，唯一知道我所有痛苦的人。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亲密的朋友。我不要，我不要是你朋友。我不相信这么多年来我对你的感情你都不懂，你为什么要一直逃避呢？你明明知道我现在一心只想报仇，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跟我闹别扭？我闹别扭？我现在这是在闹别扭吗？李晨英跟大家说她是你女朋友，就不是闹别扭吗？如果你再这样无理取闹的话，我没有什么好说的。
我等不了了，我不想让你被人家抢走。我愿意等，我一直等，我等你的复仇结束。是会悄然难过，听说曾经你回来过，如果是那时候，好想对你说，那瞬间牵起的每秒回忆，每刻场景，让我一直牵挂的依然是你。很对不起，直到遇见了你，从没忘记，还来不相信这么多年来我对你的感情你都不懂。小英她问我，我们俩到底适不适合在一起，是不是因为陶雨菲？你什么时候能放下她？小英现在是不是要连陈英姐的心一起伤呢？为什么要辞职呢？你不是巴不得要我走？你是我的谁啊？你该不会真的把自己当我女朋友了吧？我们结婚吧。小英太好了哦。